老板，基本上都差不多了。太晚了，你们休息就休息吧。如果还有什么细节要修改，明天开会再说。你也不要太累了。嗯，走吧。晚安。老板再见。晚安。哦，我去睡美容觉了。振作一点吧。那句话最难开口，离你最近的时候震耳欲聋，太多未来在胸口，虽然我只想握你的手。最想说的那句话不到时候，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难过？莫非我想的太多，对你都像是借口，想说我爱你，怎会是个难题？我们听过太多彼此相爱的道理，却在最简单的一句显得太犹豫，想说我爱你，不带一点心虚，两人之间的关系磨合变成默契，让我继续换你一句我愿意。Thank you.
醒来就看到你，真好。